好的话，那其实关键的地方就是哦，就是这个啦，请帮我将什么呢？Excel 公式有没有转换？所以关键字就是这个 VBA 的 function，OK，function 这样就 OK 了，他就懂了。那跟各位讲哦，不是只有这个可以这样用哦，以后你平常哦上班的时候，你工作上不是很多公式吗？如果你希望简化哦，很简单，就照这个范本做就 OK 了，你就把你的公式有没有直接贴在后面。然后让它跑，哎，你会发现哦，这个可以很多玩法哇，所以你的工作里面所有的公式哦，只要相对比较复杂的啦，简单你就不用做了。简单的话，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它搞得太复杂哈、哦。比较冗长的公式，一律都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快速的建立 VBA 的 function 程式。OK，所以你会发现哇，你所有工作哦，通通可以变 VBA 程式化了。瞬间升级了，有没有 upgrade 一个等级，完全是不同的感觉。OK，而且你会很快的慢慢知道说哦，function 这个程式的一个基本的写法，因为你看多哈、哦，慢慢你就会越来越熟悉了。啊、哦，因为我自己后来发现，其实很多公式真的没办法做到，即便可以做到，也会太复杂。啊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它这个公式哦已经够复杂，对不对哈？啊，如果你真的要执行哦，记得哦，如果你的版本是新版本哦，你们贴上之后记得还要按 Ctrl Shift 加 Enter，啊，它会自己出现大刮胡哦，OK，所以这个大刮胡啊，当然我不加了，因为将来会出现的状态是这样，大刮胡，因为之前哈、哦，有同学是自己打上去的，那自己打上去之后发现，哎，奇怪，老师为什么你可以我不行？我看一下，哎，对你好像公式跟我一样，我说你这大刮胡怎么产生的？他说自己打上去的，啊，怎么可以？不行呢，自己打上去的其实是大刮胡，它不是一个阵列，哦，那所谓的阵列就意思就跟刚刚跑回圈概念一样，所以刚刚你那个阵列哈，实际上就是说呢，它就跑帮你在公式里面跑一个回圈的意思啦，那只是说在公式里面要把回圈的概念加进去，真的蛮难的。OK，所以记得哦。如果你真的执意哈，一定要把它变成公式的话，那记得一定要 Ctrl Shift 加 Enter 了哈。那当然你们也可以去参考网络上的文章，很多有教你用 Ctrl Shift。但是我后来发现哈，如果用阵列哈，我是比较推荐你直接学 VBA 比较快。OK，哦，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学阵列啊，这个是我个人心得啦，因为我觉得你将来公式哈写出来都太复杂。而且你还要执行阵列，那执行阵列呢，可以成功就算了。可是如果有 bug 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你要除错哈、哦，就是一个噩梦。OK，为什么？我自己都，我跟各位讲了，如果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的，我就不推荐你们去学了，因为我自己就没有办法除错了。OK，哈、哦，不是说我自己能力很强啊，只是我觉得。我自己都看得那么辛苦了，所以有时候我要上课要不要讲这个东西，取决在我自己会不会觉得很累很辛苦。如果是的话，我会看看要不要拆解再更简单，不然我发现我自己都觉得自己都听不自己都不太懂了，我还教你们，那不是把问题丢给你们的意思吗？OK，所以我就很直接跟你讲了哈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别的意见，没关系，你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跟我互动一下，OK，好，OK，好，所以刚刚的部分很简单，关键就是这个哦。其实没有什么，但是却凸显那个一个重点，就是 ChatGPT 真的可以帮你做这一件事情，是以前真的办不到的。啊，以前要办得到哇，那真的是不得了的。OK，好，我发现没有学很久的人，真的也没办法，他瞬间帮你写出来。啊，写出来之后呢？我们把它精简之后的结果啦，哦，我是觉得已经让那个程式可阅读性非常高了，应该也没有说看不懂的意思啦。而且将来你甚至要自己写，应该也 OK。而且我觉得最方便的地方就是，如果你要改的话，也很简单，有没有？刚刚不是改数字函数，应该会改吧？把它贴过来改一下吧，应该改这个地方啊，0到9应该也是连续范围，所以应该是有资源的。所以我刚刚已经试了一下哈，所以这个地方试了一下，插入一个数字函数，得到结果，哎，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按确定向下填满就 OK 了。不过啦，好像这个有点问题哦，什么问题呢？哎，
不对，我好像抓错位置了，应该是 A2 这个我把它改成 A3 的，所以好像那个没对准，好，向下填满，好，这样应该都对了 ，OK。可是哦，你说老师还有一个字有个问题耶，我觉得这个 11.0 这个应该要连着，不然110感觉好像怪怪的， 60好像怪怪的，哦，啊怎么办？没关系嘛，如果你想要把点加进去，很简单嘛，应该会吧，再加一个点不就好了？不是逗号，加个点，直接把那个你要找的文字放在中括弧里面就可以了。OK 哈、哦、啊，如果呢，假如说你说老师那个 like 哈、哦，这个我不会啊，没关系，教各位一个在 VBA 里面哈、哦，可以快速得到参考，算官方的说明的方式哦。比如说 like 你不会对不对？你就在这上面点一下有没有？然后按个 F1。它会自动 F1 的话，就是有点像 call help 了，就是把那个说明档把它叫出来，它就会跳出这个 like 它的基本语法要怎么用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 like 运算值它是一个运算值哦。然后呢，它里面要怎么做？比如说它必须给什么啊等等的，然后底下有一些相关的叙述啦齁，比如说你还可以用万用字元，任何一个字或多个字齁，或者是说呢，任何单一数字你可以用井字号齁等等啦，反正这个可以稍微参考一下，里面啊底下有范例啦，如果你上面都看不懂没关系，至少你那个范例看得懂吧齁，如果你要找什么找这个相关的，你可以稍微参考这个地方 ,OK 齁，所以以后呢在 VBA 里面齁，有些地方你想要找答案的话，除了在 Google 上面查之外，其实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官方给的一手的参考文件，电子文件的话按 F1 每个都可以 哦，哪个地方不懂，比如说像这里面还有哪个地方不懂，比如 LEN 不懂，有必要放上去按 F1 它会跳出来，然后把 LEN 这个函数它的说明都会有些好像没有正确，但是他让你自己找了 OK 哈。有时候，但是因为啦，微软的说明档哦，你不要抱太大的期待了。OK， 有的时候他会给你，但是大概就给你大概60分、70分这样的一个值啦。OK， 所以你 for 不会按 F1 好了哈。啊，这个是一个查资料的好方法啦，我是觉得这个应该，他怎么还是没找到 ？OK， 好。啊，最后的话呢？如果你要加个点，我们来试一下好了。比如刚刚我希望连点有没有都帮我加进来的话，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函数重新再打勾一下，它就 OK 了。不过不同的环境好像有不同的结果，像那个什么，这个是2016哈，它这个点零有没有？它这个会 OK。可是其他的新的版本反而不 OK， 新的版本会把它当成数字，所以如果假设你这个格式哦，如果变成一个这个数字来理解的话，然后如果没有小数点，它好像会变成11耶，它把0.0这个拿掉，它不会变成文字，不过这里好像就 OK， 好了，反正这个问题在这边没出现，就暂时忽略好了哈。啊，可是如果将来呢，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的话，有一个解法，就是你直接干脆把这个格式改成文字，把它当文字来看待，而不是把它当数字来看待，不然如果你输入 11.0 它会认为 11.0 没这个东西，点零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整数了嘛，那你没有小数点你干嘛加点零，所以它会把 11.0 变成11、6.0 就变成6了，啊，怎么解？可以用文字的哈、目前我这边好像 OK 耶，所以不同的版本哈、其实结果好像都会有差异的。OK， 好，那请各位试一下哦，把那个刚刚讲的这个英文函数哦，改成数字函数看看。哇，这个其实改蛮简单的，就改这样子。来，画面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哦。